现在在娱乐圈中还是出现了很多有才华的人的，很多的明星就是唱跳俱佳，演技好，并且一大部分的颜值还是高的没话说的，他们真的是很有才的。在舞台上面的他们尽显自己的魅力，好像他们就是舞台上的主宰，不管是什么都打不破他们的台风。尤其是那些在舞台上面唱歌跳舞的男星们，不管是他们的舞蹈还是他们的歌声，真的都不知道俘获了多少女孩的心啊。今天小编就带着大家来看看最会跳舞的几位男星了。王嘉尔，这位的舞蹈是出现在近期还是比较火的热血歌舞团这个节目中的，相信很多人见到他第一次跳舞就是在这个节目中吧。这是一个真的很热血的节目，也是受到了很多的观众们的喜爱，尤其是女生们的喜爱。他在跳舞的时候，不少网友都感慨到真的是太帅了，他所表演的每一个动作几乎都是恰到好处的，没有一丁点瑕疵。他的舞蹈真的是充满了力量，不仅仅是舞蹈本身的力量，还有一种可以散发光芒的力量。看着他跳完舞之后的样子，真的是更迷人啊。鹿晗，原本他就是练习生出道的，长相是十分的清秀，并且在自己的团队中间还是主舞，那么舞蹈对于这位更是什么都不用说了，毕竟这是一位十分出色的舞蹈人员吗？他的舞蹈看上去是十分的干净利落的，不管他和谁比，就算是国际顶端的舞者也一点都不逊色。看着他跳舞的样子，才是真真切切的感觉到了他魅力所在的样子，更是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回归了自己的老本行，也是让他拥有着无数粉丝的原因。这位真的就更不用说什么了，陈伟霆，这是小编真的特别喜欢的一个男艺人，他唱歌唱得特别的好听，跳舞也特别的帅气，就连演戏都是那么的迷人，反正就是干什么都非常的出色。除了这些，他还是一个高颜值男星，长相十分的帅气，不管从哪个角度看真的都好喜欢。他的舞蹈十分的帅气，真的很有王者的风范，他一上场气场立即碾压在场的所有人。张艺兴，在综艺节目上面的他看上去呆萌呆萌的，还有点傻傻的感觉，反正就是一个十足的小绵羊，但是看上去还是很可爱的。但是在跳舞时候的他却是完全相反的两个角色，他的舞蹈动作真的是帅到炸，并且就看他的舞蹈就可以看得出来他的功底是十分的扎实的，并且好像这就是一个为舞蹈而生的男人，他的每一个点都能准确的踩上去，一点失误都没有。当你在节目上面看了他的舞蹈表演，毫不夸张的说，你真的会爱上他的。上面的这几位在跳舞的时候真的都是帅到炸的那位，你更喜欢哪一个？反正小编是每一个都很喜欢。本文由男生旧梦八卦圈原创，欢迎关注，带你一起长知识。